可以再多来一点。我是新娘子的同事。同事。所以你的职业也是护士吗？对。在哪一家医院？我来帮你。关渡医院。关渡医院。新娘说要帮她招男友，那现在如果要报名了，记得去找新娘子哦。你是单身吗？单身对不对？对。好，我们先请新娘把这个捧花传承下去给你，好不好？我们一起跟新郎也一起。恭喜你哦，希望可以赶快听到你的好消息哦。那你要不要先跟新人讲一些祝福的话？好，有点紧张哈，来，将捧花传承给你。来，我另外还有准备了礼物要给你哦。我们捧花得主礼物非常的丰盛哦。好，我们再次用掌声恭喜我们这位捧花的得主。好，那我们在旁边稍等一下，那请其他家里也一起往前，有准备的小礼物要给你们。Thank you.